欢迎来到小九撩剧，今天小九带来由蜗牛江江编写的《锦衣之下》现代版之情牵一下第165集。杨成万一席话让金夏恐婚了，陆毅亲自将笔记本电脑给金夏送了回来，变相的宣布了两人之间的关系。办公室的同事调侃过后便也不再说什么，毕竟都是大大咧咧的男同事，尤其是在他们心目中，金夏足够优秀，配陆毅也配得起。杨月将金夏叫到了茶水间，再一次问道，你真的和陆总在一起了？金夏点了点头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告诉我。杨月抱怨道，我们周五才确定关系，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你呢。金夏如实地回复道，切，周五才确定关系，鬼才信呢。我早就说过，你对他的感情不一般，你还不服气？这次打脸了吧？杨月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调侃道，他也没表过态，我总不能四处宣扬我喜欢他吧。金夏冷哼一声，替自己辩解道，他条件比你好，今后可能会有些流言蜚语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杨月提醒道，我知道，无外乎就是那些看上他的女人呗，可能说我攀高枝，典型的吃不着葡萄便说葡萄酸呗。不过小爷是谁，还能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？小爷向来是凭实力说话。金夏自信满满的道，你知道就好，我就怕到时候你受了委屈找我哭鼻子。杨月虽然嘴中满是调侃之话，但是那份关切金夏岂会不知？切，小爷是哭鼻子的人吗？以后他要是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给你撑腰，反正这破工作我也不想干了，咱不怕他，就他想要欺负我还有点难。也是，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，估计将来惨的应该是陆总。嘿嘿，杨月笑了起来，大杨，你是不是找嚣？金夏威胁道，淑女点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怎么还这样像个爷们似的？怎么真的不想干这行了？金夏突然间问道，早就不想干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等过了疫情再说吧。嗯，走了，回去工作吧。陆毅的心思。午饭的时间到了，金夏和大洋一起往小食堂的方向走去。然而今日的小食堂却与以往不同，因为今日的小食堂出现了一位平日里面不会出现在食堂的人物，那就是陆毅。杨月看见陆毅后便用胳膊肘碰了碰金夏，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。金夏打好了饭菜，便也没有矫情，也没有刻意而为，反正就是自然地坐在了陆毅的旁边。两个人也没有刻意打招呼，也没有说什么。陆毅同杨成万等领导偶尔交谈两句，突然间陆毅将自己碟中的酱牛肉夹到金夏的碗中，淡定得道，你喜欢吃这个菜，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再配上陆总专属的弧度微笑，还真是让众人跌破了眼镜。金夏将头埋得有些低，嗯了一声，没有反驳，没有拒绝，假装淡定地继续吃饭。杨成万看着陆毅和金夏之间的互动，哎呀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金夏终究是没有逃过陆毅的魔掌，而其他同事自然也不是傻子，到底怎样情况，自然心中了然。只是没想到呀，陆总居然好这一口，要知道设计部的原组长可是出了名的狠人呀。市场部经理看着陆毅和金夏之间的互动，感觉自己额头上直冒冷汗，想到自己之前和金夏的针锋相对，便觉得自己傻缺得很。可是这真的不怨他呀，他哪里知道陆总会看上原组长，也不知道这陆总是什么眼光，看来今后要自求多福了。而陆磊向来不来食堂吃饭，最近又因为不想被陆婷唠叨，便搬出了陆家别墅，想必若是被他知道这个好消息，定是会开心的不得了了。这场午饭吃的还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有人娇羞有人忧。杨成万的指点，陆毅吃完饭后也没有故意的停留下来等金夏，也没有故意做出亲密的举动，只是淡淡得到了个别便离开了食堂。待陆毅走后，大家虽然好奇满满，但是毕竟都是领导级别的人物，纵使在八卦也没有当众询问金夏
众人心知肚明便好。只有杨成万看了金夏一眼，道了句道：“吃完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待金夏来到杨成万的办公室后，只看见他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头，金夏唤了一声杨成万：“你和陆毅在一起了？”杨成万直接问道：“嗯，刚刚才确定的关系。”金夏没有隐藏，如实地回复道：“你和他之间的差距你是知道的，你知不知道和他在一起将来你会很累？”杨成万问道。“我知道的，可是他们陆家并不在意这些，陆董还催促我们结婚。我想我应该没有那么累。”金夏回复道。“我说的不仅仅是门第之间的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你和陆毅若是在一起，一旦结婚，你将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？你可能会变成全职主妇，你可能要面临丧偶式育儿，你可能面临一个月甚至更久都无法见到你丈夫一面，这些问题你能够接受吗？陆毅母亲为何会抑郁自杀，并非是因为陆婷沾花惹草，而仅仅是这些日常琐事所导致的，你知道吗？真正压倒一个人，毁灭一段感情的，或许并非是婚外情，而是婚姻之中的琐事。”杨成万将自己的担忧告诉金夏：“你好好考虑清楚吧，你若是和陆毅在一起，这些问题迟早都是要面对，你选择一个足够优秀的人，那么你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一切。”金夏的疑惑，杨成万的话不停地在金夏的耳边响起，他从未想过这么远的问题。他喜欢陆毅，陆毅也恰巧喜欢他，两个人两情相悦，便自然而然在一起了。说实话，金夏还未考虑结婚的事情，毕竟他还年轻。可是他发现陆家貌似比较着急结婚，陆董提过，陆毅也没有拒绝。如若真的结婚了，他难道真的要像师父所说的那样，会变成全职主妇吗？金夏想着那些养尊处优的富太太，那些依附男人存活的女人，金夏不禁摇了摇头，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，那样的日子太可怕。她宁可自己穷点，她宁可自己累点，她也要自己赚钱自己花，她才不要花一分钱，都要伸手向别人要，即使那个男人是自己爱的男人也不可以。若是陆毅真的要求她做全职主妇，她断不会答应的，这是他的底线。想到此处，金夏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头大了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下集让我们一起来看陆总怎么来安慰金夏的吧。